记石漫清文，欧阳修。为治平四年七月日，据观欧阳修仅遣尚书都省令史李毅至于太清，以清浊数修之殿致祭于网友漫清之墓下，而吊之以文曰：“呜呼漫清，生而为婴，死而为灵，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，暂具之行，不与万物共进而卓然其不朽者，后世之名。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，而住在检测者，昭如日星。呜呼漫清，吾不见子久矣，犹能仿佛子之平生，其轩昂磊落，突兀峥嵘，而埋藏于地下者，以其不化为朽壤，而为金玉之精。不然，省长松之千尺，产灵芝而久精，奈何荒烟野蔓，荆棘纵横，风起路下，走林飞营，但见牧童巧叟，歌吟而上下，与夫惊禽骇兽，悲鸣执逐而依婴。今故如此，更千秋而万岁兮，安知其不学藏胡何与无声？千秋而万岁兮，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，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。呜呼漫清，盛衰之理无故知其如此，而感念愁兮，悲凉凄怆，不觉临风而陨涕者，有愧夫太上之忘情。上想。